那现在我们就来开一下这个新年大礼包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新年惊喜。哎呦，哎呦，谭小呆和谭力球，你们过来送新年祝福了啊？是要祝我新年快乐吗？是不是？来，哎呀，新年好！哎呦呦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来，出来！哎呦喂，新年开箱视频，没想到是谭小呆和谭力球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那首先先说谭小呆吧。谭小呆是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这个手感啊，胖墩墩啊。然后呢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，非常非常的质朴啊，以及有干劲儿，能力强啊，体力极好啊，不嫌累。那弹力球呢？我看看啊，弹力球头脑可不简单，但四肢不发达啊，能不动则不动，但是鬼精鬼精的弹力球啊，脑子非常的敏捷，然后有想法啊，很多想法，每天都很多想法，很聪明啊，跟弹力球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那他是弟弟，这是大哥，这是小弟，这俩啊。行，今天的开箱视频就是这样，弹小呆和弹力球祝大家新年快乐。